穿红蓝运动衣在长城分队比赛，大陆实境秀《我们来了》新一季，请到54岁的女神关之琳复出上节目。龙不入浊流，鹤不踏污土，女人似美为上貌，大美为心境。宣传片中，关之琳身穿古装，扮相美艳，运动装也露出美腿。海报里则是化身仙子，唯美动人。心不染尘埃，岁月才不会爬上你的眉眼。你是不是成天对着屏幕，却很少把书拿在手里？碎片化信息，断章取义的标题，你以为能发现一部分真理？不止关之琳新一季中还有产后复出的陈妍希，但据了解，制作单位花重金14200万港币，相当于1.6亿台币天价，成功邀请关之琳复出，让节目还未播出已成热门话题。记者林明灯、沈荣嘉综合报道。